我在中学是有的，然后就是大家都在运动会，然后呢，我就比较无聊，我就跑出去了，从学校跑出去了，然后跑出去之后呢，我就想叛逆那么一下，我想跑出学校，然后跑出学校之后不知道干嘛，我就给全班同学都买了零食饮料，然后回去之后本来老师要骂我的，他看我给他也买了，他就不骂我，就这样，很快乐的。